海明最惨扰，我生儿
喇叭一杆当，二二二二二二，但是我人无一好，准备着乔装改扮如此朝，但愿为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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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让元帅隆隆隆隆隆，此去杀贼将行抽藕包，官叫他。郭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，也就没能当成烈士。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鬼子的手雷拔了环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。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，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。只要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，就不是笑死你。小子，你告诉他，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那儿藏着。我门儿，林大哥，太君把他交给我，不行这不他。赵子，你不是咳嗽了吗？不是是伤风了吗？老子给你好好考考啊，罚罚、哎、老子不在乎，老子是太上老君大路里边的孙大圣。お前も僕がここに入るなんて、なんでこれだ。那是太君的宝贝，呸！那是观世音菩萨，是我们中国的宝贝，你们都是贼，全都是贼！太君，一会儿他就不再碎成碎银了。另外，据我估，那个宝贝还没有储存。那么大、那么沉的东西，是魔法过河的。要运进山，必须走那座老石桥，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。我看，不把桥给炸断了，八路的后路，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。
鬼子，扣这儿！
事儿了。不是说包围藏在那儿，还要跟着他呀，还要有两个队。你少你还学会日本话了你啊。八嘎，你还敢骂我，我就是教你骂。贾晨，把货扫动，我帮你。八嘎，好嘞大勇，好嘞，我在那边火腿的。你死还快不得快呀。天哪，不做大大干可比例，我们两人黑洞大爷过来这次。哎太君，有睡的地方都有八路了。不过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哪里有西瓜。西瓜，在哪里？Thank you.
太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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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吗，少刀？是我给你叫的这个。そうですね。